你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打电话不接呢？你知不知道所有人都在担心你啊？你来找我，当然特别好了。可是你要打电话告诉我呀。小芳找你找急死了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你陪我到一块吗？求之不得。校长。嗯哼。 不痛快，好，你就告诉他，告诉大海。我懂，你很坚强，是个女强人。但是我认为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不能把自己的感情藏得太深了。比如说，你要是对一个男人有感情的话，你就要告诉他。你告诉他了以后呢？能不能不要说话？好。